这胃病啊，还是得靠养，不仅得按时吃药，还得注意饮食。你们夫妻俩呢，回去互相监督一下，行吗？一定互相监督。 今天啊，我带你去见个大老板，他们手里可都是有项目的，你把握好机会，从此平步青云。看你造化了。嗯，想当演员，那就给我们见识见识，他有什么才艺。老徐，我今天一定要把你喝趴。就你，你看看人家伍德行，还把我……爸，今天下午给我打了电话，让我们回去讨论一下苏氏周年庆的事。那你答应了吗？嗯，我才不要回去呢，要去你自己去。我爸他一定不死心，难不成我还要回去当内娱女王啊？你不想去啊？嗯，行。只是那么重要的庆典，如果你不出现的话，爸肯定会很失落的。去或不去。 你自己考虑清楚吧，伯言。我明天跟你一块儿去。哎，等一下，要是明天爸拿给你任何东西，你千万别接，听到了没有？